成功，成功开到台了！因为我刚刚房间有虫虫，吓死我了，差点死在这个世界上。狂粉啊，刚刚那只虫虫是狂粉，哇、哦，真的受不了！我刚刚被柯宇那卡 gank 啊，柯宇那卡不愧是现在最强的打野角色。对我们正常来说的话，一周会有两次的传说，一天是观众场，一天就是会邀选手或实况组一起来猜猜看客人。但我觉得你们应该猜不太到。哎，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，你们好烂哦，直接屌呛一波。可以不要找男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们这样很妖羞哎！你们讲的这些议论我全部都记下来，好不好？我一个一个慢慢找，不然我就拿纸出来，一个一个写，一个一个记录。哦，有人答对了，有人答对了，这女生啊，猜到一个，应该也知道下一个是谁了吧？对，因为通常猜到刀锋的话，另一个就会很快就猜出来了。阿妈，一只马蹄都很威。啊！忘记怎么唱了，阿妈，阿妈，我稳稳呐，阿妈，我怎么变超静音哎？我的天哪，到底为什么？真的是怪怪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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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疯了！有啦，安安，嗨，你们好，我的聊天室一片高潮是怎么样？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来啊，瑞比声音好听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沒有什么瑞比我爱你哇哇！你们不要这样啊！从来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，你们这群好爽哦！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啊！佳佳，谁啦？不要搞哦！差点把这个删掉。不瞒你们说，刀锋现在已经30岁了，我也是看他的刀锋长大的。对啊，原来这么老啊！哎，那熊熊熊，哎呀，什么死熊熊？那真的过去了。被听到了，谢谢摩西。哎，死摩西！你们真的不要这样。你们要去瑞比那啊？然后啊，你这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们不要来这边吹捧，你们好可怕！瑞比超棒，瑞比老大好强！你们这群，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啊！你们这群小西吧！我这比打世界赛要紧张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真的什么都放不出来哎！不要脸，虚伪的小萝莉！我跟你们讲，要躺好这件事情呢，也是需要点运气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是上辈子杀了好香，我才遇到这些人，这是要修的欸。哇，他太可爱，他怎么会这样站着射呢？哎、欸，有没有五杀啊？ Dominating。 我有欸！噔噔噔，成就解开。咦？咦 ？Win win， 是你打。这谁敢骂你？跟我作对。嗯哦，很多熊熊啊之类的，很多。野哥怎么没出现？野哥在他自己家啊，看一下背景，这是我家。也是偶尔要回家的好吗？说啥呢？这解释没有比较好的。对，麻烦馒头继续爆瑞比的料。去说什么东西呢？哪有什么料啦？对啊。好啦，想听什么？什么啦？冲过头，冲过头，完蛋，完蛋！不要啊，大家走错路了！这小兔子是不是不要命的、啊？哇，他一个人，还真的没有人去抓他。对呀、啊，怎么？啊，他们的想法太特别了，没道理啊！这个兔子是不是有塞钱给他？他就这样，就这么平安的，还去打了一条魔龙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过得好开心哦。他还自己拿黑暗之子，直接啊，还是没有人要理那只兔子哎、欸，到底太奇怪咯，到底你是要跑错房了？搞什么？搞什么？进错房？哇，我真的是我不知道队友是谁啦。来，国王爸在邀我，他们现在不承认了哦，气死我了！我觉得超好笑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老，超级傻眼嘞！我
我跟你说，瑞比，现在有人跟我在不同的世界。馒头在我们平行世界，假装一下这个味道是他哦。假装一下中路是馒头啊。对对对，假装一下。馒头吃蓝。馒头快来哦！好上哦！哎，你怎么去找？哎，要跟我们下台要爆了啦！馒头，好寂寞，超寂寞的。会不会我们比他早结束啊？啊，也不是，不无可能哦，不无可能哦。讲这种风凉话，我就是。讲风凉话。馒头，你那里如何了？8-9，我们教我的那个女超人就是又死了。你直接拿出来公审呢、欸？狙了，狙了，耶、yeah ！好啊，狙了。馒头很 carry， 馒头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闭嘴！馒头好棒棒哦，100分呢、欸！我死了。果然人是不可以夸奖的，一生战就这么不争气。可以可以，林迪打，林迪打，林迪不要不要，林迪。每边吃麦当劳馒头。不要了，我现在你有胖哦、喔，你有胖，你有丑，你有。我靠，太直接了吧，这个人。不准放生我！我放生你，你自己跑走了。不准再放生我了，你们这群家伙！我绝对不按这个女超人赞。就是他，他的朋友在对面呢、欸。Q， 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都有刀哎、欸。哦，好酷哦！真的假的？假的！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啊！哎、欸，他那个 ID 就是一把刀哎、欸，好帅哦！好中二哎、欸！对啊，快走！这个刀锋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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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吧，苏，去吧，苏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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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会不会捞？会不会捞？会不会捞？进去哇！白痴哦！不玩了啦！心在炸裂！你们两个要开到什么时候？3点吧，你要还要开到3点哦、喔，2点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开到这么晚？我们都开蛮晚的，就是你看你要玩到什么时候都 OK 的。我每天都在跟馒头比赛，看得比较早关。太晚，你们完全用生命哎、欸！我的天，我还年轻啊，馒头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要不要打死？大我2岁。溜去中路，悄悄的帮队友推线回家。听到了，你这个牙签般的血量要吃蓝 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这爷爷这样吃也太可怜了吧，是不是要死了、啊？爷爷行不行啊？啊，这蓝我留着，我帮你吃。吃中路。好痛哦，这个蓝我不行。这个爷爷。对，绕队友扣他。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，等一下，哇！你先帮我叫哎、欸、啊我过几天再去拿。说什么东西啊？那薯条不会坏掉吗？不会啦，麦当劳薯条哪会坏掉？麦当劳，麦当劳，我有听到。麦当劳，麦当劳，麦当劳。要是我没有给你拦哦，你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。很犟哦，很犟哦。我好像差不多了。好、啊，那我没有瑞比，我也不要玩了，馒头拜拜。怎么？傻眼。之后再找你们一起玩。OK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所以下一次我们可以先来前半个小时，先来问一些问题，来访问一下这些来宾啊、教练啊、选手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虽然没办法当面，那但是说不定可以做个线上的方式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第一次的今晚谁来做客？是刀锋跟小馒头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就好。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